大家好，我叫黄清耀，出生广东汕头，来泰国定居30多年了，来自无限极泰国市场。2018年8月份加入无限极，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，就开始接触无限极的产品。使用一段时间后，身体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，我对产品也有很大的信心。在进一步了解公司产品等等之后，我也开始分享给我身边的人，我身边的人都感受到产品极大的效果。我慢慢意识到，这个药不仅仅可以帮助别人，而且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作为自己另一个事业机会。虽然现在我有自己的小生意，但一直是有做就有，没有做就没有。我觉得我需要有另一个收入作为自己的备胎，于是我开始全力做无限极。在做无限极的过程中，我领悟到我想要把无限极做好。第一，真心对待顾客，一切从顾客利益出发。第二，耐心对待和解决顾客的大小问题。第三，不断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专业度。第四，时刻紧跟公司脚步，用好公司所有利好政策。这也是我自己这3-4年来的心得。我不仅仅服务好了很多顾客，我的家人也都受益很多。我的女儿之前一直都在用日本、韩国的品牌，刚开始对无限极的产品不相信，看到我从内到外的改变后，也开始使用无限极的产品，而且是全方位的用上无限极的产品，并全力支持我在无限极的事业。他的皮肤调好了，身体棒棒的。前几天他也感染新冠，完全是靠无限极的产品在短短时间内就得以恢复的。最后，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我在无限极的收获。第一，无限极让我有了学习的能力。第二，让我不断的成长。第三，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健康和高品质的生活。第四，实现帮助别人的价值。第五，更让我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相信，只要坚定地走在无限极的路上，我就会带领我的团队取得更大的成功。谢谢。